各位朋友您好，相信您已经知道了，在今晚的歌星之夜中，我所要为您介绍的是蔡咪咪小妹妹。蔡咪咪可以说是在我们歌星之夜节目中出现的歌星年龄最小的一位，可是我总觉得称呼她歌星呢好像有些不大合适，但是以她的歌龄以及她在唱片上所拥有的销路来说，她是当之无愧的。我一直觉得蔡咪咪的歌声有一种给人特别的感觉，尤其是特别为家庭观众朋友所喜欢，因为在她的歌声中始终洋溢着一些温暖的亲情。现在就让我们一块来欢迎以一首《妈妈送我一个吉他》而成名的蔡咪咪小妹妹。大家都说啊，这个蔡咪咪这个名字非常可爱，也很好听啊。这个是你的本名吗？不是，这是我的艺名，是我参加电视节目的时候，甚至盛老师帮我取的。我的本名叫蔡雪清。蔡雪清，啊，那么你家里都还有些什么人？就是兄弟姐妹有五个。嗯，五个兄弟姐妹，蔡咪咪年纪很小，所以她每次上电视或者是到外面工作，好像都是爸爸陪着你啊。可是我记得好像，有一次啊，你就跟我介绍，你说夏姐姐，这是我爸爸。那我就说，哎呀，伯父你好。结果第二天，转眼又碰到你了，你就说，夏姐姐，这是我爸爸。我一看，怎么跟昨天那位不大一样？这是怎么回事？每次我上节目的时候，都是我爸爸陪我来，但是他有事情的时候不能来，我就请我干爸爸陪我来的。哦，就是爸爸有空就爸爸来，爸爸没有空就干爸爸陪你来。你有多少干爸爸？有20几位。20几位干爸爸。哎呀，我想你过年一定可以大收红包了。是我准备过年的时候回家收红包呢。那么我想他们都是看你这么乖巧这么可爱，所以都把你当自己女儿一样
样看待？他们把我当作他们自己的女儿，都非常的疼我，非常疼你啊！我想观众朋友也记得，蔡咪咪刚进入歌坛呢，是以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妈妈送我一个吉他》成名的。是。那么今天到节目里来，是不是也要为观众朋友再表演一次？好的。那我今天就为各位表演《妈妈送我一个吉他》，我们一块来欣赏。我觉得像蔡咪咪这样的少女特别适合在带着青春气息上的草原上高歌，您看。青青的草原好风光，有人在歌唱，唱一曲念故乡，唱一曲好姑娘。你若是想家乡，不要再想念那好姑娘，留在她身旁。青青的草原好风光，有人在歌唱。我愿意陪伴你，唱着歌儿回故乡。我记得到我们歌星之夜来的歌星呢，大部分就是一回国就赶着来上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说在他们出国之前呢也到我们节目里来表演。那么你在歌唱界也很多年了，是不是到了很多国家，或者是最近有什么出国的计划？我以前到过香港、新加坡、东南亚一带，最近也准备到美国去一趟。到美国去一趟，那么你到了这么多国家去表演啊，你有没有在其他的国家发现有跟你年龄差不多一样大的歌星？没有，尤其是少女合唱团、很少，所以我们出去，他们非常的喜爱我们，都对你们非常的欢迎。是的，是不是有带了一些就出国演唱的照片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是也有，这张是我在马来亚的动物园和一些他们的就是朋友照合照的，跟你的观众朋友。这张呢？这张是我在
骑那个驴子就逛公园走，好漂亮，就是那个驴子啊，还就很听话，好喜欢。就是这张是我在去巡回演唱的时候演戏《三娘教子》歌剧啊，是演小孩子被人挨揍的。这张是在机场的时候照的，这个是那边的唱片公司老板为我们所拍的，还有一些，那么还有就是跟合唱团一块出去的也带了一些照片来，是的，也有好多，又有在这个就是虎豹别墅拍的，新加坡这个也是真的很风景很漂亮，很美啊，好多好喜欢。这个也是在虎豹别墅，这个是被人家偷拍的，不晓得。在新加坡待了很长时间，这是一座很漂亮的桥，桥上所拍的。那么跟你就说到国外去表演的这个合唱团是叫做什么合唱团？吴嘉丽合唱团。吴嘉丽合唱团，我记得最近好像你们很少在电视上或者在公开的场合合作，这是怎么个原因？因为大家年纪都渐渐长大了，所以有的回家读书，有的去工作，有的回家帮家里做点事情，所以就解散了。大家都是各奔前程。我想观众朋友也有一定也知道，那么少女合唱团呢，曾经在流行歌曲里面风行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咪咪，我想请问你啊，那么现在你年纪也比较大一点了啊，那么将来唱歌的歌路是不是会改变一点？我想暂时不会改变的，因为有一些朋友写信来说，希望我同以前一样，还是同一个面目出现。大家还是希望看到你那么纯真、那么可爱的演出。谢谢你。我相信观众朋友，您在电视上看到每次蔡咪咪表演的时候呢，总是带着一个很可爱的微笑。谢谢你。我记得最近有一首流行歌曲啊，叫做《总是笑一笑》，我相信你唱起来一定非常合适。谢谢你。那好，我就为各位表演一首《总是笑一笑》。总是笑一笑。我们一块来看。有哭有笑才是多彩多姿的人生，让我们来看看蔡咪咪在这首歌中如何表现一副新的面孔。花
情要是没烦恼，你就觉得没有味道。谢谢你，还有为我们请到的仙姿合唱团带来这么精彩的歌星之夜。我也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个节目，也谢谢黄导播，还有各位现场的同仁，更谢谢夏姐姐，也谢谢台湾电视公司给我这么好的机会。我也代表所有的观众朋友，祝福你的事业一年比一年，一天比一天的顺利。谢谢。让我们谢谢谢立生先生所领导的台视大乐队。朋友，我也要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今天我们歌星之夜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希望您在下星期同一时间别忘了再继续观赏我们歌星之夜的节目。我在这儿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再会。